本节目由荷兰皇家美素佳尔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感谢荷兰皇家美素佳尔大力支持。皇家美素佳尔含量超群乳铁蛋白，为保护力加冕。师傅，我来啦！到了，好好玩，上课去了。我住这2年也行。各位小朋友，你们好，这是一个亲子节目。想干什么干什么。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我们现在要去玩了。我想进屋偷摸。小宝起床了，你作业进度怎么样？希望我们以后一起加油。明天见，明天见啊！我搞不懂啊！原来飞的老师就是个笨蛋，我怎么可能认识？这个就是答案，就是120。哎，不对啊。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录街舞都没有这么累过。1 2 3，怎么弄？韩语老师过来一下。韩语老师在哪儿啊？疯了，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我也错了，老师，我的玩具袋，老师，救救我吧！师傅们小心哦，我要跳舞啦！孩子们特别棒。超乎我想象，欢迎大家来到师傅我要跳舞了。 DJ you ready? Drop the beat。 他们一定会是中国街舞的未来。师傅我要跳舞了，耶、yeah。大家好，我是这就是街舞三的队长张艺兴。街舞即将进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国街舞又迎来了新的挑战，所以我将委托3位街舞舞者参与筹备少年街舞训练营，为中国街舞发掘少年英才，加油！欢迎3位来到师傅我要跳舞了。邀请3位呢，是希望在这里通过训练营的形式培养街舞英才，所以想要看一下3位对于这个怎么看。我知道啊，就是要给孩子们训练，生活日常。其实生活上面我比较 OK， 因为我2个弟弟特别皮，特别是我小弟弟，就是不会有比他皮的。我是怕就是，我就是怕他们不喜欢我，你知道吗？我是怕主要是教这块很害怕，就是怕自己的，因为很久没有教课，怕要生疏。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舞蹈，因为我觉得舞蹈都是我们的强项，我一直以来都在教课，都带来了啊，对，王者都带来军头，教教我。这边呢是我们这次进入训练营的15个孩子的资料，谢谢。啊，不用奶瓶喝牛奶就睡不着，也不起床。这是几岁的孩子？几岁啊？我以为这些小孩子会至少7、8岁，然后写的个奶瓶，我就，啊？吃饭很慢很慢，需要老师。督促，对，就是你要看着他，你要他吃饭，你要盯着他吃。这个我觉得要稍微的关注一下这个孩子。晚上睡觉还小夜灯，全黑的话会哭。啊、哦，我也是这样。2007、2008，popping冠军小蘑菇吗？小蘑菇来了吗？我怕他。吃完海鲜后。不能跳舞会肚子疼。我们有吃海鲜吗？所有东西都是由3位老师来负责的。你都骂了，节目组不是这么跟我说的。这次我们也给3位老师配备了专门的儿童心理专家。我先问一下吧，就是遇到这种比较害羞的孩子，所以就是想说。怎么去开导他们，让他们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事实上害羞这个事情可能由于他对于周围的环境感到很陌生，对吧，然后又很紧张，或者说他觉得还没有真的放开，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也是正常的。所以你说如果假如他们想骂你的意思是说要先就是让他们知道你跟他是一个频道的，你是理解他的，理解他的，然后如果觉得那我可以先牵着你的手，你觉得好一点吗？你觉得舒服一点，那你告诉我你平时在睡觉之前通常跟爸爸妈妈说说话吗，或者看看书吗，说些什么呀，这让他觉得啊、哦、分散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然后现在就很好很安全，对不对，这样就会好很多了。那我相信只要跟他们建立起比较好的伙伴关系师生关系，我想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相信你们在你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的情况下面能够出色的完成你们的任务。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是定心丸一样的存在。之前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安排，大家可以把这块板子翻一下。哦，来吧。啊，好什么，妈呀，他这个分工很明确啊，我的天哪，哎，你们真的不是这么跟我们讲的好不好，慌了，就是原来我们要来负责那么多东西，我以为就是和孩子们上上课聊聊舞蹈这样，吃饭作业都可以，就不要让我早操。来了，为什么是我管吃的，宿舍管理啊，怎么我猜都是你，怎么回事啊，我猜的都是韩语老师，为什么都是我，后勤保障不能是我了吧，就能知道那个是谁，那个是谁，不会吧，我真的是你，我很恐怖啊，这个来了，专职教导，我就是想完了下一个可能是我，小孩子几点起床我是很了解的，但我现在就不喜欢早起，接到第三章的时候还是我就很慌，我因为这个好像很难啊，我看到前面第一笔的时候哎，你怎么这么惨啊，很信任我哈，我都有点不信任我自己，我的天啊，一行都是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还挺重的呢，那下一个吧，我觉得应该是韩宇老师，我也认为是韩宇，你不要你们认为，怎么可能，这是他最不想筹到的一个，这个作业辅导哎，应该是啊，应该选韩语的，没有，我觉得授课我觉得都第二排都是你，对，我觉得对，都是不会吧，啊，这个有我而已，他终于有韩语了哈，那就继续教导主任了，最凶的角色哥斯拉，韩语老师，我觉得最后这个班主任，我觉得应该可以有每一个线都要连到他这儿，他应该是管所有的，对不对，哇、就等于说我们上面所有的活动韩宇老师都要参与，说实话我们也从来没有跟这么多孩子一起生活过，压力有点大，我们猜一下啊，他们一进来首先他们会去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先去照片墙，哎，不，我觉得他们会直接去拿书包吧，拿书包看看书包里有什么东西吧，他们看到玩具他们应该会，对吧，我不知道桌上放什么零食吗，
然后有可能第二个方向，像我这种比较爱吃的就会选择找吃的。请用因为所以造句。好，恭喜你过关了，进去吧。哪儿？好，来了，哪儿来了？哎，好，小宝出现了。王宇浩。哎，刚才去哪儿了？照片墙。照片墙。我们两个都错了，他直接去坐凳子了。嗯，哦，他好乖啊。我觉得所有孩子第一进来不会先去拿桌上吃的。我就感觉他有点想吃东西。他眼神一直在瞄他，然后就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对，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我太难了。哦，第二个，哦，好帅！看一下，就是眼睛眯一条缝的那种，这个吗？哎，对，张彦博。他不知道说什么，干啥？他应该性格也比较内向。下一个人要来了，我看一遍啊。现在可以下车了。对呀。是。我们到了。直升飞机。马上。给我。和爸爸说拜拜喽。好的。再见喽。再见。再见，你自己推过去能行吗？在哪里？那里。那里。哎，你不回头看我一眼吗？我感觉好好玩呀，我感觉好好玩呀。哎，啥？怎么感觉你有点小？五岁。哎，小小羊，又来了一个。哎，他好 Q 啊！那么小一只。对，我进来的，我是第一个。哦，这里边有人。来。啊，他们是咋进去的呀？这不像是五岁的，还挺小大人的感觉。这谁逗的呀？你们吗？我们没有，我进来的时候就这样了。好的。这有两个车，他们要回家了，我猜他们家在哪。哎呀，我重新想逗一个家呀。这是他们的。我发现他话还挺多的。也很会玩啊他。我觉得最难管的应该是他，最小的。对。他也不好好吃东西。七岁啊。哎呀。哎，他拿起来了，啊，才不吃，也放回去了。他舔了一口，然后放回去吗？啊！又放下去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他摸几回，他是太吃了。啊，他一直在摸，哎呀！哈哈哈！小宝，陈毅，你会做蛋糕吗？我会吃。看得懂吗？请用因为所以造句，你会吗？这怎么做呢？因为我要看看我自己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所以我才不让我妈妈送我。哇，你好棒呀！那你进去吧。好吧，走吧，从这边走啊。嗯，小心一点，拜拜。拜拜。嗯，走啊。呀，哇哦！他长得像那个谁？我知道。Angel 了。张恩书是吗 ？Reckon 有公主，应该是他吧？这里边有人。这里边也有人，怎么这些人都这里？这两个也有人。恩叔直接把所有镜头全 Q 出来了。
哆来咪发嗦嗦嗦发咪，哆来咪发嗦嗦嗦咪哆咪来发西来哆哆嗦。记一下，这个唱歌还不错。叮叮叮叮叮叮叮。哇哇哇哇哇！我们的 Viking 歌后恩叔。天空下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哆咪瑞哆西拉嗦拉，噔嘞个嘞个嘞个哆嘞哆嘞哆嘞哆，开始唱嘞。咱们来唱歌吧。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看到我了吗？看到了。那你介绍你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嗯，想不通。你叫柯基田。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两个。那是个 B boy， 他进来那个画太酷了。B-boy 已经开始自己练习起来了。我刚才他还挺活泼的，还哇，还有这个是谁啊？这是迪迪，我是被手雷炸糊的娃，他是 Locker。我觉得迪迪会稍微安静一点。不是来吓你的，你不就柯老三很好吗？对。这进来这个是谁啊？又进来了谁？这个吧。这怎么突然进来了？啊，对对对，刘汉泽。刘汉泽。汉对。他比较害羞哎，好像。嗯，其实就很典型的，就是 urban， 然后舞者跟其他的舞种感觉怪怪的，因为比较新嘛，然后感觉有点那种陌生的感觉。每人一个剑哈，一人一个。哦，他是要跟他一起玩吗？我觉得小宝性格真的特别，他很会照顾人。对，对，我觉得他很照顾人，所以我刚才写，我就写了个 nice 嘛。这个人行。啊。哎，吃把中间的那个吃了，吃把中间的那个吃了。拿，拿。他第一个吃东西的。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啊？可以吃吗？他没停过，他一直在吃。他喜欢吃东西，我很了解。自己碰着西瓜也可以吃。你吃一点点可以哦。哦，终于吃了，你这个，而且你吃的不是你摸的那个。我以为那些吃的是装饰品，我尝了一口，不是装饰品。再吃一个西瓜，咱们七个人正好玩这个游戏，吃比吃大赛。下一个人是西瓜的，宝贝，妈妈亲我一下，抱一下。嗯，好了，拜拜。宝贝，我们去奶牛那边。奶，大奶牛，给我挤点奶喝吧。我叫佳怡，今年七岁了。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性格像男孩一样。哎，来了一个新的，这是你的学生吗？佳怡，佳怡，陈佳怡。你跟韩语老师关系好吗？韩语老师啊，还可以吧。你怕他？我怕。我上一节课呀，基本上吓得都哆嗦。这是什么？为什么有三个蛋？佳怡写的，韩语老师会来吗？哦，这是很怕在发抖吗？哥斯拉要来吗？
哦，所以他这句话是不期望我的。下一个来了吗？你看，小宝一直在门口等着。啊，下一个来了。哎呦，这咋这么扎？使点劲儿，再使一把劲儿，再使。哎，推上来了。哎呦我天！哎，郑宇，所以郑宇是9岁，哦，他应该很厉害。他这张照片是比赛的那个晋级，然后他进到 final 了。Breaking， 想参加奥运会，跟我一起嗨起奥运，嗨起奥运。下一个来了，来了 ，Hello。程之信，他跟小宝很熟。方子豪，这么高吗？他挺高的，7岁。7岁了。哦，这位马一科应该是吧？对，是他跳 hiphop 的，他比咱们大很多。10岁，就很像一个大姐姐一个。给你个棒棒糖吧，弄一个，给你个棒棒糖吧，谢谢，不客气。啊，她真是像大姐姐，对吧？哎，郭佳佳进来了，郭佳佳，这是我学生。Hello， 我叫她郭小胖，对，她瘦了很多了，她瘦了很多了。又来两个。刘洋 ，Yo，Bro，Hello， 啊，又帅了，我们的刘洋小朋友，从很早就开始关注他，跳舞非常有力量，头发丝都会跳舞的那种感觉。嗯，这个放哪里嘞 ？Hello， 刘洋，哇，啊，哎呀，听见了，佳怡，你跳什么舞种？Hip-hop Locking。蘑菇姐，看见他我就害怕，他要跟我掰头。小蘑菇来了。嗯，蘑菇来了，小蘑菇。你认识小蘑菇吗？认识。Popping 超级牛，他跳 Popping 老溜，好喜欢他呀。Hello， 小蘑菇，他跳 Popping 真的太帅了，真的就是人小力量大的那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小蘑菇应该都认识，就是第一季的时候他对石头 battle， 好像我记得 one more 了两次 Popping。对，然后他去过7次那个美国那个 Ellen Show。这里也在录。啥呀？还会转过来呀？谁弄的呀？还会转啊？嗯啊。那我们接下来搞事情吧。哎，带上它。我们当时带那个小动物的那个头套呢，也是想说不让孩子们知道我们是谁。当他不知道三位师傅是谁的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看他们的反应和表现。好了。Hello。嗯？谁呀？谁呀 ？Hello。谁呀？咋可能天上有人说话？人呢？找你！不要找我，我不在现场了。啊！大家听我说哈，我们有看到那一堆吃的吗？有啊，有。OK， 吃的上面是不是有个 iPad？ 我们所有人站到 iPad 的面前。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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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谁说的不想？你们对我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好，没有，好吧。你们知道我们三个一直在后面看着你们吗？你们看着这个黄色的。哎，干嘛？怎么走了？回来，我看不见你们了。没有，没有。好，听我说话，听我说，大家，大家，大家，注意力。那怎么办？我现在都管不住了。让我来。对哦。刘洋，刘洋，刘洋，听到请回答，听到没有？听到了。好，刘洋，现在你组织所有人站队形，快一点。高矮顺序真好。好，第一排坐下，第二排也坐下。红衣服的小朋友坐好，好，现在所有小朋友们听好了，现在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向我们发起一个问题，年龄最小的先开始发问。好，我想我想上个厕所。我真的想上。我也想上厕所。好，小小羊，你去上洗手间吧。好的。太难了。还有其他问题吗？没了吗 ？OK， 现在大家去拿一个书包。什么？拿一个书包？书包，小朋友把书包拎好，我们待会儿见，拜拜。拜拜。哇，我现在才见识到，班主任不愧是班主任，好会管。好了，我们要表演了。这个舞蹈的排练时间很有限，我跟 Franklin 还是很正常的。然后陈毅的话。他是压力有点大。我其实对自己的舞蹈都挺不自信的，就面对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拼一拼吧，拼一拼，很慌。他说：“等一下要他们跟他们讲，这个是什么呀？这是拔剑，这是拔剑，它会弹出来的。头盔有吗？我来，头盔没有。哎。”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各位小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生活老师王晨毅，大家可以叫我晨晨哥哥。晨晨。然后我将负责你们的日常起居，你们的吃饭呀、睡觉啊，我都要管的。好，那我们下一位。我负责你们的作业。作业。特别期待跟你们跳舞，希望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好。我是你们的班主任。班主任。韩语。对 ，OK，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希望所有小朋友们在这里，你们可以开心快乐的学习、成长、进步、团结。好。最后一句话，在这么多天里面，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请你们记住，你们身后有我们三位老师。好，任何事情你们都可以来找我们 ，OK？ 好，耶、okay. yeah, ，来，我们先自己加个油吧。好，来，快点，好，三二一，师傅，我要跳舞了，加油加油加油！好，恭喜三位老师和十五位小朋友，终于迎来了街舞训练营开营的日子。刚才老师们厉害不厉害？厉害！你们觉得刚刚表现最好的老师是谁？上去抱住他。我当时选了弗兰克林老师，好的让我惊讶，就是惊讶值到一亿了。王晨老师。王晨毅老师。王晨毅老师，太安静了。就是他上台的时候一下跳过来就开始跳，很帅。韩语100%的厉害。我想上韩语课堂。Oh no！ 好，来大家转过身来。我本来很害怕没有小朋友学，但是结果还是有几个，还挺好的。可可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其实最让我想不到的就是小蘑菇，因为之前我有说过我很怕他，因为之前被他 battle 过下去。你为什么会选择王晨毅老师啊？帅呀。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街舞的方式来互相熟悉一下对方，进入师生挑战友谊赛。啊，师生挑战友谊赛什么意思啊？选择同一位老师的小朋友自动归为一组，小朋友之间要选出一个代表出来挑战自己的这位老师。 battle 我要 battle、怕啥来啥。我本来就觉得小蘑菇来我这边我就觉得很温馨了，但一说要 battle 我立刻又怕了起来。下面各组小朋友进行组内推荐，三位老师先回避一下。什么意思呀？就是咱们这几个人中派一个代表，然后呢去跟韩语老师 battle。 啊，我赢不了的。先说谁想去吧。啊，我也实在不能跳啊，我跳拉丁动，我这个也不能跳。我去可以，因为我会的舞种比较多。好，你去吧，你去吧。我觉得还是更有气势的上，然后比较就是能炸的那种上。我可以，你看。那这样吧，这样。我真的特别想，我也很想呀。特想。我不会头和腿的，你们都知道我的实力。你是编舞的吗？编舞对编舞，打编舞，人家是老师，你怎么想？等一下，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们三个 battle 一次，好，看谁跳的最好。我不怕他，用实力说话。Let's go， 站队。
回事儿啊？地质炸个屁！啊！孩子们选不出来谁来跟你们 battle， 所以他们现在 battle 决定谁来给你们 battle。小猫过来了。我要跳舞了 battle 比赛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C Monkey， 欢迎大家。那么在我们 battle 开始之前呢，让我们用尖叫声掌声有请今天的三位裁判，他们是。那么接下来我即将公布对战双方，我们的韩语老师即将对战的是郭佳佳，掌声送给佳佳。OK， 接下来即将对战我们王晨艺老师的有两位都不服，其中一位是小蘑菇，哎，有点故事哈，有点故事。来，还有一位刘洋，掌声有请刘洋。那么接下来我们公布第三组哈，那与 Frank 老师对战的是。崔胜于 people。 啊，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互相的采访一下。来，首先采访我们的小朋友，你私底下有跟老师 battle 过吗？没有，这个就是我心目中一直的梦想。我的天哪，此处也有掌声啊！韩老师圆了一个梦想。
那我要问一句，韩宇老师，你待会儿你会手下留情吗？还是会开足马力？开足马力。佳佳出来跟我 battle， 我也挺吃惊的，因为佳佳平时比较怕我，然后我想你要跟我 battle， 我说难道你不怕吗 ？OK， 来我们的第一组。哎 ，OK， 继续 jump the beat， 加油！加油加油！哎嘿！真的是全力以赴的，我把我所有会的招全部都用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挺勇敢的，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跳出来。我佳佳，韩宇老师在这里给你点一个赞。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第二轮的 battle 啊。哎，我们的陈宇老师这组比较特别哈，有两位小选手选择了跟您一起 battle。陈宇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心情？他们既然选择了我希望我都能和他们掰上。掌声送给陈宇老师啊，真的很爱我们的小朋友们哈。OK， 全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想看这场 battle， 给我来点尖叫声好吗？谁上呢？哎呦，有请刘洋。哎呦。Urban Style， 呼呼，陈毅老师，哎，也再把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洋。好，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蘑菇跟我们的陈毅老师准备双方各就位，来三二一，到底是谁呢？
OK， 我们陈毅老师 DJ drop the beat。恭喜我们的小蘑菇。小蘑菇，我是真的觉得他在跳的时候真的有那种他长大了的感觉，感觉他整个技术都越来越稳了。输给他不丢人吧。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组来，首先采访一下我们的崔胜宇哈，想跟 Frank 老师说点什么？还是加油吧。加油吧。这就是 B-boy 的气势哈。来，我们的 Frank 老师。没有，就是很期待。我也不经常跟特别高水平的 B-boy battle， 所以很期待。我个人认为我抽的对手是最强的，然后我还是希望孩子们对老师有认可。对，所以我想跳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轮的 battle， 你们期待吗？来，首先有请我们 Frank 老师上前一步。哎，三二一。Indestructible。胜宇 ，DJ drop the beat。现在
我们的架子。 3, 2, 1，恭喜我们的 Frank Lee 老师。我知道他会很厉害，但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稳，这些小年轻 B-boy 都特别猛。好，那么我们以上的三轮的 battle 已经结束了哈，我们的裁判想跟我们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呢？ battle 是一种冒险精神，你在舞台上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一个角色，在舞台上尽可能去释放自己，没有成功和失败，也没有害羞或者说是紧张，在台上你会觉得你很开心，这是 battle 的冒险精神，希望大家继续加油。说实话，今天真的震惊到我了，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跳得那么好，完全就是私下一个人到台上，哇，那么帅，那么小小的一个身体能迸发出那么大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看到他们跳舞的时候，我就回忆到我开始跳舞的时候的热情，看大家这样去玩音乐，然后享受音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哎，这帮孩子可以，就我觉得他们整体的一个状态、情绪和热爱，这种感觉让我看到了他们一定会是中国街舞的未来。今天我们的 battle， 我们要全部大家一起鼓掌给这几位小朋友们。对，今天呢，我们要送给大家小星星。这个小星星呢，是在我们这整期《师傅我要跳舞》的这个训练营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给大家的奖励。到最后可以获得什么东西？那这个我也不能先告诉你们，但是大家有这个小星星越多越好，好吗？今天这个小星星我们要颁发给今天我们 battle 的几位。我没有 battle。那你坐下。好，首先是郭佳佳。谢谢韩宇老师。对，没事。我这组真的两个人有点累，但是很帅气。刘洋小哥哥帅不帅？谢谢。帅。来，小蘑菇也辛苦了。小蘑菇帅吗？美。美啊。小雨，你要我放哪儿？谢谢 Frank 老师。我放你帽子上。行。好。好，那我们刚才四轮 battle， 小蘑菇是获胜了，他可以再获得两颗五角星。哇哦。好 ，OK， 是这样子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我们三位师傅希望大家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学习、进步、成长，希望你们在这个训练营当中去开发你们更多没有去开发的一些东西，你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状态、坚持、努力，对舞蹈的那个专注，你们要勇于去做自己。一定要大胆去尝试更多新的东西，好吗 ？OK， OK， 我们出发了。迪迪，过来，过来，迪迪。就这有桌吧，就这桌，就这桌。擦桌子，帮我擦一下。在这儿吧。我饿的灵魂都掉了。You are a…… 哎，这是谁？饿不饿？饿。大家乖乖的，我给大家盛饭好不好？好。来，我们要乖乖的啊。来，谢谢，饿死了，好了，耶，六，走吧。我看了，好像是炒米饭，这是米饭。你吃的多吗？平时？我平常吃的不多。不多吗？没有。喜欢吃这个吗？这个我就来一个就够了。这样够不够？你要这个鸡腿，这个鸡腿。好好吃的样子，当然啦。我喜欢吃小番茄。行，那一会儿都给你点。来，小蘑菇刀。
系一点的。这个比学校吃的好多了。Very nice。Thank you。来，手吃多一点。叔叔，你把那个鸡腿放在旁边。啊，放下去。哎，不是，那个放那个鸡腿。啊，鸡腿怎么了？你说。放在旁边。好好好。老师，可不可以有别的不吃的？不行。怎么了？你挑食是吗？哪个不爱吃？那你不爱喝汤，我给你我可以给你少一点，对。都有饭了是吧？都有饭了。对。好。各位不够吃，还可以加哦，好吗？再给我来个鸡腿。等一下，再给我来个鸡腿。小杨，是这样的，我可以给你鸡腿，但是你的饭跟你的西兰花必须吃完。对，我可以给你再多加。它叫西兰花，为什么不是？它叫西兰花，还不是蓝的？跟有人给尬呀！听我说，大家，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啊！我们可以慢点吃，但一定要吃完，好吗？这些菜是搭配过的，会有蔬菜，会有肉，也会有水果，就是会想说他们在吃的时候都能吃掉。大家知道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吗？九点睡觉，六点半起床。啊，是吗？那你就六点半了。七点，不，我六点四十吧。没有啊，各位，以后啊，我们的生物钟你要调过来，我们的起床时间是每天早上七点，啊，晚上九点睡觉。大家都看过自己的宿舍吗？没有。那我们现在回宿舍吧。先进屋等一下哈。哇，好漂亮！听不听？我跟你一起。过来分床。哇，很好看，我要睡最上面。你睡哪？我分床。哇，我们睡这个吧。就这个。你看，这还有阳台，怎么样？我看看。哎，我有点恐高。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来，过来，我有事情要宣布。你猜是干嘛用的？来，不要，先不打开。现在我要做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为了让大家在训练营里面好好的生活，我需要没收一些东西。啊，什么呀？电子产品。哎，第一样，电子产品。手表、手机。第二个，零食要全部拿走。然后第三个，玩具。的照片可不可以？照片可以留，当然可以留。来吧，现在我们动起手来。小小杨，你先把你的行李拿出来，先打开。好吧。没有啊。这是什么？没有。这是什么？一个也不了。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好吃的梦？你心里现在就这一个吗？嗯。确定吗？嗯。我就害怕你再有一个箱子全是零食，懂吧？没有啊。那电子产品、iPad、手机都没有，对不对？没有。很棒。嗯。老师，我的玩具袋在我的书包。书包在哪？我忘了密码了。我好想吃零食。
没吃饱吗？老师，那这个牛肉干算吗？算算零食。老师，我没有。真的没有吗？玩具没有吗？写作业。三个宿舍嘛，收东西很困难，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来，所有人过来。哎呀，他有个人想妈妈了，直接哭了。怎么了？我想见妈妈。没关系。想见妈妈了。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如果想妈妈的话，你可以跟他们多聊聊天，多去。大家都想妈妈，有纸吗？纸，有纸。OK， 来擦擦鼻涕，自己擦一擦。是这样，以后你想妈妈了，你可以跟我说，我不是要没收手机吗？但是想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我可以让给妈妈打个电话。我想要见妈妈。见妈妈。没想到的场景，第一次到宿舍就有孩子的很想妈妈，就哭了，我有点手足无措的，当时有一种，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她哄好，我可以豁出去的感觉，只要她笑了，她不哭了，就好。哎，你们喜欢小黄人吗？你看过小黄人吗？看呀，看过。我们学个小黄人好不好？好。哎。Hello。然后，海绵宝宝看过没有？看过。章鱼哥。像不像？像。像。蟹老板。蟹老板。还有那个小窝。像不像？他笑了，他笑了。我当时就是想起了老师给我们建议说，你可以握住他的手啊，然后说我们都在陪着你啊，这种感觉。然后也去学了一些卡通人物去逗他开心，他当时还笑了一下，我觉得没有白学，挺好的。疯了，太难了，快去睡觉。请杨家豪、柯君权、张恩书到一号舞蹈房。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摸底抽查。今天我们要编一套街舞课间操。右左，停啊，太难了。二三五六，就现在跳上去这个样子。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到底在怎么排练的？先往这边，不是往这边吗？你不别扭吗？小星星鼓励规则，五月十四日起，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师傅我要跳舞了”，点击观看节目正片，在观看节目过程中，为小朋友们送出小星星作为鼓励。小朋友就有机会出现在下期节目彩蛋，并获得节目组的惊喜礼物哦！快来多多鼓励小朋友吧！大家好，我是老三柯君权，我是刘汉泽，我叫小六，666的六，我是佳佳。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方张叔，我是小萌物李子琪。大家好，我是迪丽，我是崔佑宇，我是杨家豪，大家都喜欢叫我小小杨。我最想得到的礼物是来自易燃装置的毛巾，非常想有易燃装置的毛巾，千禧哥哥的毛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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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我最喜欢易燃装置的队服，队服。我希望有一个跟千禧哥哥同台跳舞的机会。我长这么帅，应该有很多人喜欢我吧，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大家支持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爱你们哟，爱你们哟，要给我胸针。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感谢首席资讯互动平台 UC， 感谢深度合作平台宝宝树。在这期节目里面，王晨艺遇到了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叫佳怡的女孩子在晚上哭了。在这个时候呢，王晨艺他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他走到孩子的身边，下蹲，与孩子的目光对视，
这样一种姿势对孩子来讲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这样的做法让孩子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的人。第二个，他在寝室里面创设了一个很温暖的这样一个氛围，让孩子觉得我在一个温暖的安全的一个集体当中是可以得到解决问题的。第三个是说，他创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卡通人物形象，用海绵宝宝的这样一个活泼的角色来帮助孩子缓解不良的情绪，这其实也只起到了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一个作用。我相信王成毅的以上三种做法对很多与孩子们打交道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这世界很酷。